他们都看到我这样子的话，都会比喻到那个电卡通影片里面有一个虎克船长的铁钩手啊，我都跟他们讲说，我像这样的话就像虎克船长。如果说天上真的要你这样子的话，也就是付给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任命。很佩服他耶，觉得他厉害。像我们这种好手好脚的人，我们应该要更加努力向他学习。你有自己的想法，你说还记得吗？一个一个都记得，怎么可以不记得？你今天没有去工作？今天没有商演。那时候也，青春期就比较害羞，也不知道未来的目标是什么。可是是老师的帮忙。我会牵着你的手，但是路要自己走。我希望我能够看到每一个学生都是自己的明天，能够走出自己。透过唱歌这件事情，比较像是找到我自己身为台湾族人的那一个脉络是什么，所以我就想说就带着孩子一起去做。传承的最大的看见就是你看到你的下一代在教他的下一代。